三，我在看那个麦块的那个点蓝方块，因为我以前记得有人跟我讲说，就是在火的旁边或岩浆的旁边，那个粒子效果撒到的地方就会烧起来。可是实际上好像只是说，火的周围都有几率小那个被烧起来，嘿，然后还有真的有那个诶，木头的可燃度，就是像我看到的是 TNT、藤蔓花可燃度都是100，然后木头哦木块、煤炭砖可燃度是5。然后羊毛是60，木头是20，所以我们那天用羊毛去烧的话，时间是更那个啊，更快烧起来这种感觉。然后还有可燃度，因为我很早以前听到的说法就是人家说什么，你只要看到粒子效果洒出来，就很容易烧起来，所以那时候才会都我都会在那个火的上面放那个石板砖还是石头这样子，它就烧不出来。有啊，今天是巧克团。还是要改标题，做巧克团，这样才会有人进来。好，等一下我改一下哦。早上，我现在就是作息大乱，我剪片剪到就是，我想想哦，就是3点到6点都剪片时间嘛，跟上传输出时间，然后再来7点前是吃早餐，7点到9点是跑去健身。然后健身回来就跑去睡觉了，然后睡到刚刚。我想说这样的作息看看可不可以，可以的话以后就这样子。周二巧克团，麦块真准结束。等一下哦，包包安安、千姿安安、小远安安、乔治安安、黄丽雅安安、鱼鱼安安。哎呀，你看，记得了啦，不会再叫错了啦。除非你哪天突然改说我要改绰号，不要叫我鱼了。我靠！然后这边有对蜜蜂了解的吗？不是小雨哦，是蜜蜂哦。就是如果我今天做了一个蜂箱出来，啊，里面要怎么才会有蜜蜂？是不是要用那个花让蜜蜂繁殖？多了那只蜜蜂，然后它进不了蜂巢，就进去蜂箱了，是吗？因为我有捧个安安，静安安，因为我有自己在开一个，就是那个类似创造的地图，然后在那边试半天，我唯一试到的方法就只是繁殖蜜蜂，让它进去生。生了之后就会跑进蜂箱里面。哦，你又跑去那个了。大型魔物，古种。等一下哦，我其实，哦，算了，没事没事没事。道具袋，好。反正半夜想说刷刷看那个参加，不参加，感谢校院的星星哦。关于欣赏这个东西，我晚点等人多再来讲，因为他还是有抽成啊。我先讲一次好了，他抽成是37，我7 FB3 这样子。对啊，还是有抽啦，不然想说怎么可能不抽 FB 赚什么？对啊，感谢小远，感谢静的星星，感谢感谢。对啊，不要觉得亏啦，就反正只是他 FB 只是给我一个，还是会给我薪水。那 FB 会给我薪水，但是他们还是会从星星里面抽一些钱，所以我还是都有拿到钱，所以不用担心。啊。我的队友呢？
我的队友呢 ？HTT 节操呢？要记一下 HTT。节操，来刷。我看一下哦，还有谁敢碰个？你是这个是勋吗？好小字哦。看一下，好，小远拜拜。还是西敏西吗？哇，这字好小、哦，不好意思，看一下。哦，西耶，感谢敏西。张雅琴，测试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要测试？我准备好了。哎、欸，算了，我想到了，我要去吃饭。还没吃饭。来，我们坐在这边吃饭聊天。你们在玩什么啊？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嗨啊？我是看到那个，所以张雅琴是静哦，是吗？是吗？那你以后我要叫你本名还是叫你静啊？日轮才是，那个张雅琴是谁？我想说什么打测试，然后木瓜打试镜，然后呵呵呵，我成功拿捧个，然后呵呵呵呵呵。在演什么小剧场啊？哎、欸，所以没人知道蜜蜂的东西哦、喔。好，没关系，反正轻松生存。我那边只是稍微种一下，为了有要那个蜜蜂巢，然后再跟小雨借个丝绸之处，把蜜蜂搬家。因为那边不是要养蜜蜂的地方，我养蜜蜂的地方要再更深，然后附近再种那个巨大蘑菇，哦，那边看起来就跟仙境一样，完美。哦，那是捧个哦。白痴哦、喔，我看一下、喔，张雅琴是朋克，哎、欸，我这样会连不起来，白痴哦、喔。空余安安，治愈安安，
我是说那个卡那伊，到底谁是谁啦？烦呢、欸！你们搞得我好乱哦！我现在在努力扩充我的记忆体耶。啊，不要那个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啊，那头痛。晚餐吃什么？晚餐吃黄金面，然后加这啥？加我讲，你们觉得很恶心，可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加那个什么咸酥鸡鸡块，咸酥鸡的鸡块，然后再加那个一颗蛋，还有一个青江菜。我那时候想说，看你一个炸的咸酥鸡，你拿去煮汤的面，然后吃了之后是觉得哦还不错哎，因为它煮完之后皮变软了，然后就吃起来就觉得啊还不错哎，怎么叫我煮加油？你要去上班了吗？你不是刚下班吗？哎、欸，我真的很开心，昨天轻松生存人数飙到快200人哎、欸，比那时候试播还要多很多。那时候试播顶多到1000，不是1000啊，130、140。可是试播结束之后，很少破100，就连玩那个礼拜二、礼拜五的麦块也很少破100。就感觉我还是比较适合生存类的啦，是吧？我等你等的好苦啊！没有啊，你又没有进来我这边。进来你哪边？机会所啊。哦，你有开哦。看，就在那边。干，我在喷水池的北边，你在南边，我怎么会知道？啊，你是不会绕一下是不是？看你也不会来看一下我是不是？我的味道那么浓、啊。我比你早上，我要怎么去看你？嗯，你可以绕啊。收取。现在关机了。哎、欸，你有上哎、欸！我已经在巨魔刷很久了。哎呦！你在刷啥？就打蒙牛风飘这种东西啊。哦，有什么打什么。哦、是属性升级需要的素材。啊，你还要打吗？你知道来刷，就先刷。嗯？你不是要刷那个大小金？哦，对啊。那、啊、就先来刷。嗯。然后我昨天也发现我有一颗哎、欸。有啊，我看到啊。好扯、哦。好夸张。好夸张哦，有的都不知道。我要干嘛？哦，赛亚人。冰牙龙任务好少、哦，那时候刷光了。我是本来就很少了，还没刷就很少。猎人笔记。海豚安安，还有谁？苹果，企鹅安安。没关系啊，有一个人也是常常打字打到记录档那边去。为什么会打在记录档那边？他们问安安，结果贴到是记录档那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眠冰呀，是服冰的。
一目标。湖面龙，嗨，生母，我今天比较低沉，我刚睡醒哦。啊，我湖面龙打完了，所以找不到湖面龙哦，这个意思哦。哦，三次力竭，两次力竭，冰牙龙也没了哎。刷什么？刷大小心哦、喔。对啊。刷什么那个、啊？敷面，我刷我的啦，我看看有没有敷面跟冰牙。可是我敷面没任务了。我的敷面好像也没有。敷面还好啦，有那个猎人的梦想可以刷。冰牙现在没有什么白骑士浪漫什么鬼东西的了。想说趁那个任务还在的时候先刷起来，不然到时候下那个礼拜五的时候那任务消失。哦、嗯，我先继续捡主机。那我看是，我手动。我在刷流斩啊，我流斩没打。嗯。叫小猫探险队了，现在都没有在叫。喂，那小猫去找主机的，这样有一堆古代树。对啊，好久没叫了。哇，好夸张哦！我的聊天室在自己演小剧场哎、欸，你在干嘛？不愧是你的观众。什么？干我屁事哦！你也是小剧场专家、啊。没有，我看情况哦。看情况。对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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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人格分裂，这个人至少不会无聊，很棒。双手不都有朋友陪他，他不怕没朋友。对吧 ？HTT。哇！来去他家看看。有喂，有出气。哦，这个太亮了，看不见主机啦。哎呦，好，这个我没有名呀、啊。讨厌被叫本名。感谢萧院成为支持者。哦，你真的去储钱了、哦。感谢海豚的20颗星星。有可爱的宠物吗？就这只猫而已啊。这个有啊、哦，还有一只猪。一只你摸它摸到它不开心会撞你的猪，跟猫一样。不见。对啊。它就消失了。我已经故意连续拉不爽十次了，它还是不走、欸，我好烦。你是故意？你是怕它一直在烦你是不是？对啊，它一直跟我很不爽，我就是一直让按错，狂按错，然后连出十次任务这样，然后它还是过来。哦，对你很有心哎、欸，你这样子糟蹋它。真心换绝情，没错，我很希望把他关在小屋里，不让他出来。听起来怪怪的。这个熊爪龙的任务，那熊，现在在捡足迹，足迹捡多了就可以再去打他。啊，刷不到，不刷这个了，好累啊！你在刷什么？哪一个？四合地底。那个活动哦、oh. 一只熊爪一只牛仔都有刷出银欸，可是都没有刷出金，这个任务感觉没有大合金，那就是还差一滴滴啦。谁感谢爹爹？是那个爹爹吗？我看一下哦，我去看我一下后台哦。哎，爹爹好久不见，哇，爹爹好想你啊。爹爹好想你。对啊，一个很早期，在我还没成为实况主之前，就很喜欢我的脑小小脑粉。我也是喜欢干掉你的。哎、欸，贴图上了哦！哇，这个人我也没有。
是不是铺 ODC？ 有啊，我跟水里这几天在用，只是我每次关台时间都太晚啊，他下班又太累，所以我们就有点 delay 有点久。有啊，在弄了，所以那些 FB 支持的，所以要等一下下，再等我一下下。我会敲一下弟弟。有任务，感觉有机会哦。我去骚扰一下弟弟。哦，捷云安安，这红哥有机会。是不是等个几天的耐捏？唉，没办法，我有说，其实我可以凭印象，就是你们支持者，我也可以看后台有谁谁谁，我去后台查一下就有了。那就我想说，水里说好像就是他那边管理权限要另外再弄个东西，就先等他一下吧。原本那个不见了，你是说不补吗？他好像只能传三种哎，所以要么就是三只不补，要么就是其他贴图，好像就这样子哎。我看一下哦，因为我那天发现就是我上传后布布不见了，只剩下迷豆子，然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音效，看一下哦，哎对耶，布布不见了耶。OK， 那我晚点再把米豆子放回去，改成布布的。比较麻烦是这个贴图也不能在其他平台，不是其他平台啊，像自己 po 文的贴图 FB 用啊，或是其他人下面留言用啊，就只能在我的台使用啊。好，我们可以离开了，主机捡够多了。好，感谢爹爹。风飘龙大金，你打上显示不出来，不是啊，就只剩下米豆子啊。我那时候一上传米豆子的照片的图片的时候，就没有显示布布的了。只是他不能，就是三张同时出来，他只能一张一张贴，看麻烦。再给我一次调查痕迹就好了，我要出去了。你们按下去有显示问题，是什么显示问题？卡住出不来吗？感谢老 G 的星星，感谢杰云的星星。哇，差一点！
换一张三位一体的吗？哦，好像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用 GIF 图欸，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用。不要，我不会用。风飘龙大金，哇，这个东西没有。刷到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了。对，我已经来了，在这找调查任务了，一个一个找。看了一个调查都没留站。没关系，我建议啦，把狗杀了，从任务中归来。非常的想执行你这个。最近不能画，最近画不了图，欸、最近画图手感好差哦。熊爪迷你，好、哦。刚刚以为酱油一起玩，没有啦，酱油一直要哎、欸，感谢老 G 的支持。酱油买是买了，可是还卡在冰牙龙任务。嗯，在那冲杀承接任务。哦，以为那个狗叫声是酱油，不是。刘展云。有支持这东西，这个好像是几天啊？四天了吧？啊？有吗？啊错，没有。可以用 SAI 画图的都是魔鬼，还好吧 ？SAI 是很简单的画图软体耶。哎、欸，你是贝蒂吗？你换个头像我就认不出你了、欸。我会先看头像，再看 ID。哦，捷云，然后啊，那个。
星星的分成是三比一，三不是三比一啊，三比七，我七，然后 FB 三这样子。从任务中归来。我的声音怎么了？我在吃面。没吃晚餐啊？正在吃啊，我的早餐。OK， 对了，早餐了，没错。早餐没错。你看，像我只是作息晚你们十二个小时而已，所以现在是早餐时间。然后我大概晚上八点九点就睡了，白天八点九点。为什么我的猫那么帅？你们去解任务吗？秀，你去，你有没有买冰原？你有买冰原的话，你去赶快解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到礼拜五就没了。去解这个猎人们永远的梦想二这个任务，他会送，他会送猫咪的这个衣服装备。这个，不是这个，这个很可爱。那就代表我以后可以。尽量。我以为想说，那就代表我以后可以不冲动了。我看错了，也没有，还是可以冲动。对啦，好，我去，你们都还没去解哦。那时候有人就问我说：“你的猫怎么是姚逸曼？什么 mod 给我？”然后说，我就说：“啊，你买冰原就有了啊。”哈，要买冰原哦！我说对啊，这个是内建的，不是 mod。然后隔天就看到他去买了。伏眠龙大金 ，Come on！ 我来了。来了 ，Come on！ 又是他。像这样冲一下，好啦，我那你答应我，你一天不要冲超过2000块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吗？你一天到了。这是我们的约定，虽然你超过也不能怎么样，我只是怕你饿着了。要靠你们打哦。我发现我做错一件事情了。你乱带一件装进去是不是？我完全是采集装。哎，是哟。可以吗？靠你们打。